明星的家教差距有多离谱，看到小九无法独自完成蛋糕后，热心的 Lucky 便想去帮忙。我发现问题了，小雨，我来帮你。不行，我救你。小九不领情就罢了，竟然还对他动手。我救你，救你。怎么有两个？来我，救也救了。因为妈妈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，快快直接对弟弟动手了。你离开这儿好吗？我不太敢让快快去多接近洋洋。虽然只上到初中，但郭麒麟的修养有目共睹。好多人都对我们家有误解，觉得我们家肯定是那种封建家庭。好，我爸我妈跟这儿嘛，这个中堂这正太师椅一坐，跟这儿我旁边夸跪边儿，不是严格，但也没有到那种严苛，对吧？是严格。陈飞宇和父母同桌吃饭，每个动作都大有深意。你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爆米花，它能这么小，但是有这么大。阿瑟，请坐。阿瑟，方便你。阿瑟，你自己拿筷子。加一块肉吃。没错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书，这托尔斯泰说的，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。在阿 Sir 还没有出生以前，我第一次给你做这菜，温哥华。这不是一个录节目的过程，全部都是真情的表达。这不是一个录节目的过程，全部都是真情的表达。